在这消息来看，是国军桃园总兵医院所发生的群聚感染，是酸检测结果已经出来，全部拢是阴性。现在嘛，也搁在录一挂已经出院的病人加家属。另外，针对着北龙群聚感染，桃园呢采取着相关的应应，对着这相关的人员进行全面的快筛。医护康康康，国军桃园总兵医院发生群聚感染，暂时停止门诊、急诊服务，到拜四也都是离世。市府针对专医医护、病患、看护、外包商等全面采检，核酸检测结果也已经出来，全拢是阴性。到昨天深夜，那么已经全部完成，那采检的结果都是阴性。那采检大约1400多人左右。桃园市长戴文灿表示，目前国军病院群聚案确诊案例是集中在加护病房和一个普通病房，并无扩散到其他的病房。也在对数已经出院的病人和家属，也继续针对高风险单位 ICU 西药剂转接病房病人，和医护逐礼拜采检。另外，针对北龙爆发群聚感染，桃园也有相关的措施。到北龙即摆会惊啊？会惊，嘿啊，会足惊。所以嘿，对家己也爱较有保障啦，嘿，爱保护家己啊，保护大家啊。因应北农的这个群聚哈，今天是配合我们航口他们营业的时间结束之后，请他们就是一一过来我们的快筛站做一个快筛的一个这个些准检验。政府表示，已经针对桃园果菜市场公司、桃农批发市场公司大约500位经销和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快筛，有供应予中立青果商贩、中立果菜市场、鼓山青果合作社的相关供应商，也会组织快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